贵宝地是上海，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好地方，每年都来这儿演出。对了，卢湾体育馆是德云社进上海第一个剧场，十年前。对啊，后来各处都坏了，但这儿来演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是是，这两天上海是真热呀！啊，哎，昨天出了机场，我都想回去了。嗨，别着急，早晚回去啊！哈，嗯。我说怎么这么热，这暖气给的也早啊，这是啊。是暖气吗这？其实今年德云社演出的不多。是吗？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哦。5000人往上的大型演出我们演了111场。去年是真多。小剧场德云社一共演了3000多场。嗯。有相声150年也没这么敬过业。嗨。我说不能再演，再演会累死人的。嗯。结果今年其实演出的步伐放慢了。休息休息，这是今年的第3场演出。哦，第三场。对，今年之前在日本演了这么2场。哦，啊，到日本东京，我一出机场我都害臊了。那有什么可害臊的呀？哎呀，一大帮女观众啊，在东京机场那儿举着横幅，哦，欢迎郭老师来日啊。哎，你理解错了，知道吗？来日本，我以为到上海也有人举横幅，欢迎郭老师来上。不，没有，没有，挺好，挺好，还好啊，挺好，热情嘛，是吗？热情，没有文化，这个人知道吗？我还没文化呀。正好德云社好多演员，我们一块儿去的。日本，哦，哎，说相声，嗯，顺便带他们玩一玩，哎，转一转。东京有一个那叫比基尼乐园嘛，哎，是吧？上海有一个比基尼乐园，米老鼠啊，唐老鸭。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哎，日本那比基尼，你还是去日了？什么话？什么上比基尼乐园？日本那个大，那什么？那叫迪斯尼乐园。我说的是，您说比基尼，嗯，差不太多，差远了，差远了，那叫迪斯尼。原谅我啊，啊，幼儿失学，没有什么文化，是吗？你包括到日本，那日语，你说勒死我，我也不会说呀。这不是勒不勒的事儿啊，嗯，我对日语的理解还局限在日本电影里边呢。哎，对，出了那个就不会看了，不会不懂，嗯，哦。临出去之后，那他媳妇儿，嗯，嫂子还问我。哎，那个什么，那日本话你会吗？你理解吗？我说什么？那个亚麻得什么意思呀？哎，他干嘛单问这句呀？我也说，我说可能就是加油的意思啊。后来过2天，他媳妇儿上球场那看球去。哦，人家都喊加油。是，就他媳妇儿站起来了。嗯，亚麻得，嗨，这上了你的当了，这是。玩笑说玩笑。嗯，这么些年了。能耐是没有，嗯，水平也一般，是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大伙儿鼓励。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我打7岁学评书，9岁学相声，做科嘛。后来又唱了些年戏啊，浪迹江湖几十载。哎，就是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是，我是眼看着岳云鹏从一个炸酱面的伙计，嗯，熬成了相声新贵。他对了，我是眼看着郭麒麟从小胖子，嗯，熬成了小鲜肉。这就是转变嘛。眼看着于老师，嗯。从相声皇后，嗯，变成了摇滚大爷。哎嗨，我这跨度有点大。眼看着那么些人骂郭德纲，到现在，嗯，还是这些人。哎，这嗨，就这没变是吗？我总结了一下我这前半生。怎么总结？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怎么解释呢？玩了命的吸收这些个知识营养。哦，吸水京剧、评剧、梆子、大鼓，不管是什么都是我的老师，都得学，玩了命的学，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我就像甄嬛一样。
这怎么说呢？谁都打算弄死我。哦，就是没死了。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叫我就是个 WiFi 呀。这怎么说呢？谁都蹭我呀。哎，这是啊，都打得沾紧点光，挺好。嗯啊，做艺嘛，啊，艺人就是如此。怎么挣那钱有一半是挨骂的钱，哦，踏踏实实的。嗯，相声好干吗？嗯，既简单又复杂，也有不好干的地方。天下最简单的就是相声。哦，有嘴就能说。是，但是说好了能卖钱那是另一回事，不容易了。要把现场几千人，嗯，调整到一个频率，不容易，难了。要求您乐，嗯，当然也有观众说了，嗯，我就爱听那不乐的相声。哟，听仨钟头，千万不要让我乐。是啊，你说那咱也没办法。嗯，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哎呦，这牙根太深了，这个。好好学习，好好的说相声。是，我还很年轻，跟谦儿哥比不了。我也不老啊，真的。于老师方方面面是我做人的楷模。您就客气了。首先说不爱着急啊，脾气好。您倒退几年看，老能看见郭德纲跟这个打架了。哦，郭德纲跟那个抬杠拌嘴了。嗯，于老师没有。我不跟人打架。他有没有仇人？有没有恨的人呢？是啊，有。谁都有不喜欢的，但是人家从来没有明着说出来。哎，就是，这是涵养，不说。我经常看见于老师，嗯，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然后呢，送他们上西天。好家伙，我还不如给人打了呢，我这坏到骨子里去了。我这是跟您比不了，我这是不怎么样。您是老先生，你这太客气了。合作这么些年来，其实越来越深刻的了解艺术。艺术怎么，什么叫艺术？嗯，艺是演员的能耐，术是怎么把能耐卖出去。哦，这俩字搁在一块儿才叫艺术。这解释好啊。什么叫好相声啊？嗯，第一是得卖钱。哦，观众为了你花五毛钱都不值。嗯，你还探讨什么艺术啊？那就没有了。这个是基础。嗯，当然对演员来说啊，嗯，要想好两点。哪两点呢？第一，健康。这怎么还有健康啊？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嗯，你把那仨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哦，还能这么解释呢？你有话语权呢。哦，二十五死一个，三十一死一个，四十撞死一个，啊，就剩你活到八十，你说什么是什么呀？没有人抬杠了，这是玩笑。啊，真正拼到最后，一人拼的是文化。哦，是素质。那是，这是这行有文化的。我还算有文化的。那是啊。哦，说相声竟是那个幼儿失学呀，没上过学的。谦儿哥人家是正经的一个大和尚。哎，什么叫大和尚啊？在上大和尚，大学生，大什么？大学生，大学生，他是一个学生干嘛？大什么？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你是在哪儿那个大的那些个学？你是在哪儿业的那个地的？不是，你在哪个业里？哪天业？那什么毕？你想说什么呀？你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什么乱七八糟啊！哪儿毕的业嘛？哪儿毕的业？反正上过大学呗。上过，上过大学。哎，哎，对对对，说相声就我们俩大学生。啊，因为这些年我也是，你先等一会儿，离开大学不是？哎，住口！因为什么叫住口？哪儿就住口啊？这不是闲聊天的，不让我说话呀？您呀，先等一会儿。你说，你说，您也大学毕业？好家伙，上海没把我热死，我跟你说。我就一出了机场，我说没理我。他们说这两天还好点，你说是不是北京热？对，什么北京热？北京热，天津热。你等会儿啊，你说我问您问题呢？你问，你问啊，你别岔乎啊。您也是大学毕业？北京没那么热啊。谁说北京热？北京真没。谁说北京？你要说前些日子热，先等。你说哪儿？咱俩聊天，你得顺着我这话说呀。天津，天津更凉快了，天津更凉快了，真的。你到底听得见听不见呀？你要这样就不懂交情了，真的。不是不懂交情，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说是说到这儿，说不对呀，啊。我问问您，你说您也是大学毕业？啊？哎，怎么了？嗯这位怎么那么含糊啊？我正经大学毕业。哦，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管着吗？哎。我跟你不过这个呀，这有什么过不过的呀？啊，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要了亲命了。哪个大学毕业的呀？你行吗？啊，你行吗？
什么那叫看不这同学们看到吗？谁跟你是同学啊？你等会儿啊，没听清楚哪个大学毕业？清华。清华？哎，清华，清华池的吧？您这这个人呐，这个人性有问题。就搓澡洗澡的呢？大部分说相声都像他一样，怎么气人有笑人无？看见高学历的恨，你要上我们学校去，我就得搓死你，知道吗？还是洗澡的？您还是那搓澡的？不是你呀。清华呀，清华大学，哎呀，清华大学满肚子能耐。我告诉你，就我这一肚子能耐啊，哎，我吐出一半来，你就吃不了。我也不吃，你吃多少？你说我没有吃多少吐多少，真的。对，嗨、啊，别吐了，没有人吃这个。有能耐？还有这么比喻的吗？有能耐，真的啊。什么叫有能耐？当然啦，啊，于老师，你要知道，这就是人敬人高的事儿啊。但这倒我倒懂。我刚才捧你没捧你？您捧我了，还是的，嗯。德云社于老师是有文化的，你看这不就捧了吗？观众到后台来签个字吧，啊，我接过签字笔来写郭德纲，于老师签字、嗯、找我，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这有学问了，写于谦这俩字儿，毛笔啊，对呀、啊，你看，哎，要不然，哎，等会儿，我这名字里还有俄罗斯血统啊，是怎么着？怎么那么长啊？这个竟写错，哎，嗨，不怎么样了，这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吗？画画也好，哦，都这个岁数了，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我得学呀。您好，我是于谦，我来学画画。你看看，哎呦，于老师，哎呀，这著名演员还来学画画，都认识我。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吗？是，没问题啊，可以学。你们这儿有那个人体素描吗？嗯，干嘛非学那个呀？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不穿衣服让人画。啊，有时候也有男的。废话、啊，就是那个培训班，我可以来吗？可以吗？来，您填表也行，交学费哦。你瞧，要他了，行，去了两回，嗯，就不去了。费这么大劲，我怎么不去了？嫌冷。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反我不是学画画去了吗？可爱的于老师，我太可气了，这个、真的、啊。别的不敢说，在德云社我觉得我们俩文化水平算是最高的了。您也是大学吗？因为我在我们这行里边整个说相声的、啊、我是这个用电脑最早的一波人，知道吗？就是您毁电脑啊？你看砸电脑吗？打电脑啊，打电脑，这么打，那这么打像话吗？怕后边看不见呢、啊、嗨，看不见电脑碎了。我是最早打电脑的，我是。哎，您是最早刻毛豆的那波，一点意思都没有，就这样就完了。电脑，我那个电脑更新配置永远是走到最前面。哦，配置最高。那当然了。怎么个高？他上我家去都傻了。我是不太懂。我跟他讲，我的电脑万能电脑。怎么叫万能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全能做到。万能电脑。你怎么见得？谦儿傻了，趴着看着。啊。哦，万能电脑。是是。哎，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个盘子来回转呢？嗯。傻子，过来。嗯，那是微波炉。哦，嗨，我也太傻了，我也那还转着呢，我都不知道。看十分钟，啊，看熟了没有？啊、这啊，这是我这万能电脑。哎、啊，看看这个吧。过来了。啊，怎么叫万能电脑？这试一下。提问。哦，天文、地理、数学、英语，什么都行，随便提。谦儿站在这儿问电脑。哦、嗯，3642.85。嗯，乘以97460.12。哟，多少？嗯。电脑自动回答，他说是不知道。对，电脑和您加一块俩傻子，这是。您用这电脑啊？啊，那怎么样？会开玩笑的电脑。谁跟你逗了？谦儿又问了啊？电脑问你一个问题。哦。啊，我爸爸在哪儿呢？啊、哦，电脑自动出啊，哒哒哒哒哒哒。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啊，他知道。谦儿说：“哎，嗯，胡说八道。”怎么？哎，老头跟老太太一块儿。上美国旅游去了，玩去。他说错了，我说可能输入法有问题。哦，你换个方法问。怎么问呢？谦儿又问了。啊，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哦，电脑哒哒哒哒出字。怎么样？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这对了，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嗯，不像话了，这应该是一个人，知道吗？万能电脑，哎，这一点都不怎么样。我就喜欢这类东西。你呀、啊，哎，高科技哦。因为平时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您就学这个。那是我这一肚子都是书，从小就看书。
还一肚子都是书。那是天文地理一不星象、啊、说得出来的古典文学我肚子里都有，都在肚子里。哎，你看你摸，怎么还能摸出来啊？三国演义，这能摸出来。水浒传，哦，红楼梦，哎、嗯、三字经在这儿呢，百家姓，嗯，五经，你瞧，四书啊，好好摸摸四书。哎，你四叔，你看你，来，哎，摸摸你大爷，这玩意儿谁不会呀、啊？占便宜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知道吗？什么呀？这哪，我还是真能摸出来呢，我以为。反正我家里边书有的是，是吧？一面墙的书架子，各种版本的《金瓶梅》我都有。哎，您净攒《金瓶梅》了，有带画的，有不带画的都有，还有插图。那是，嗯，那天想找那本书找不着了。您找什么书没有了？咱们有一科学家叫霍金呢、啊，知道吧？这是知道。哎，嗯，1988年吧，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简史》啊、哦，这本书有。哎呀，这是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是，想找这本找不着，找不着您找人借呀，找谦哥借呀。我没准有啊，师哥。嗯，你有《时间简史》吗？嗯。我怎么回答的呀？嗯，听着声音不是很开心。哦，我有时间也不简史。哎，这嗨，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么本书，感情。玩笑说玩笑。嗯，跟谦儿哥在一块儿，我觉得一直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我还提高过程？那是当然啦。嗯，有的地方我比他略高一点啊。谁都有长处。比如说研究中国的文字，嗯，这点我比谦儿哥还好一点。不，您还研究中国的文字？上下五千年，真草隶篆、甲骨文、蝌蚪文，我都研究过。这可深了，这个。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啊，有的字儿不合理。您这么多年传下来，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您说说。你看这个字儿啊，啊，一撇一捺念个什么？这念人呢、啊，这都认识。嚯啊，你连人都认识了？您这意思，我都不认人了是吗？啊，啊哎。再来一个，一撇一捺，这个念从，嗯嗯，底下加一横，这还念从。组词的话呢，草丛就这个，树丛，对对对，草丛。哎，俩人来一横，嗯，跟草丛有什么关系？这你得讲理呀、啊。这倒也是，中国都是象形文字。这那您说这怎么不俩人一个横，这应该念床。哎，你这玩意儿他就不能念炕吗？哎什么呀，哎，您胡给人改人，这字早就念从。念从啊，啊，有问题，这字有问题啊，还有问题。你猜猜看这字啊，一个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这念闪。一个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闯。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这闻。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不认识了。抓阄的阄，我是那龟呀、啊！啊，您这胡说八道了，这开玩笑，厉害吧？什么叫厉害、啊？你瞧，我净研究中国字了。说点正事儿。我后来发现中国字啊，太高深莫测了。这倒是，甚至有的字儿一个字儿，嗯。念三个音，哎，这胡说了，怎么了？一个字儿就念一个音，你错了，哪儿念三个音？有很多字儿都是一个字儿念三个音，没一个字儿就念。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准服。您说说 ，W， 这是中国字儿吗？这个你管管不管中国字儿呢？一个字儿是不是念三个音 ？W 哦，哎，厉害了吧？我再考你一个啊啊。四四方方一个框子里边一个十字，这念什么？这念田呢。好啊，上边出头念什么？上面念出养油，把上边擦了，底下出头念什么？这念甲。好极了，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再给你比回遍啊，四四方方一个田字啊，嗯，左边出头，没有这个字啊，分不清大小王，你还逗的什么地主？什么话这叫？这压根儿也没有这字儿。你像我说有，它就是有啊，有这字儿啊，有这字儿啊，一个读音。那是仨字儿、啊，仨音呢、啊？这个
这个字你就是说三个读音的。对了。哦，那行啊。哎，我反正没听说过啊。啊，您要说有没关系。怎么办？您跟我们说说这字到底念什么，我们也新鲜新鲜。我凭什么就得教给你啊？废话，你不说的，你知道，你知道。不是，就你这态度，这状态，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啊！啊，你去问个路，你还得跟人家，老贾，我上火葬场怎么走啊？哎，我上那儿干嘛去？我这是教你呢，授人一字便为师啊！不是，你说你知道，你来，我知道，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哎，什么叫青楼啊？什么有没有青楼？没有。这山外青山，楼外楼。山外青山，楼外楼。对呀、啊，能人背后有人弄啊！啊，有谁弄啊？弄不弄？不弄。没，能人背后有能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弄啊！啊，对吧？你这找弄呢？你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而并不是发型。什么乱七八糟？谁尊重发型、啊？你以为你烫个头就了不起了你啊？跟烫头没关系。哎，你说你知道你来，你不得刻我哪儿？我就你来呀、啊？怎么刻？怎么你刻规规矩矩鞠个躬，对不对？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得让人心里痛快呀、啊。这人矫情，你说鞠躬不就完了吗？那当然了。得了，那来，您说说，那颈椎还没好呢？你说颈椎，我有颈椎病啊。杨登点头啊，就伸着点啊。你说伸着点不就完了吗？哎、来啊，等等，您给。你那系鞋带呢、哎、我怎么改系鞋带了我又这那句老话说你说的太对了不九十度吗你就是一个愚蠢的土拨鼠嗯你一个发了霉的橙子你少看点那外国译制片行不行啊我可爱看那个哪儿的来这两句话一直不知搁哪说你就说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四四方方对当劲儿一个十字是这本出头对一个字念三个音对哪个人不知道、啊、我知道是现在我得告诉你您说说打这起大庭广众之下人来人往之间这儿一说当当当当当你的光彩我的体面没错告诉你记住了这字念什么呢哪三个音呢苍蝇拍儿哎苍蝇拍儿啊我都没听说过哎这苍蝇拍念三个音这是三个字儿这个、嗯、还甭说冲这边出头冲这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儿啊冲那边念法不一样怎么另一个苍蝇拍哎嗨他这是俩苍蝇拍合着哎就是咱实话实说啊啊我不并不是说贬低于老师这还贬低我因为我们两家私交也好是你包括我跟嫂夫人咱实话实说、啊、你别提这个啊你说点别的行吗就我老觉得他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就是嘛我你别看闹着玩但是我很佩服他您还真佩服我出口成章啊作诗写东西那没问题我喜欢这个我不知你们哪位到过北京去过德云社天桥的剧场啊我们那个老剧场您去就知道了啊当这儿是舞台啊舞台两边的白墙有一幅画画上是画的是秦琼敬逮啊这叫门神爷哎这是当初刚装修完画的这个一对门神对了刚画完于老师在墙上就题诗一首我就为这门神哎呦写得好写的什么呀德云社内大发身哦俩门神大发身对好啊身穿铠甲似龙鳞的形象脑袋倒有水缸大嗯一抛大粪十五斤哎嗨我研究人这干嘛呀于老师写的脑袋大吃的多、啊、吃的拉的多呀 啊刚写完他走了是过了俩人哪俩呀一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是一个是我徒弟岳云鹏这小哥俩那会儿他们俩还小呢哦俩人买了一汉堡嘿站这憋着咱怎么分呢一人一半谁吃肉谁吃面包 啊这么分呢俩人正商量这事儿呢哦哦于老师过来了嗯小孩不能吃汉堡谁说的这对身体不好哦啪抢过来了我呢哈哈哈哈我给吃了吃完了找创可贴去了哎怎么把手咬了好家伙我吃的太快了这个他走了俩孩子都恨死了那是那么大岁数抢我们汉堡吃是怎么办怎么办写诗骂他哦他们俩也写诗俩孩子拿笔在墙上写怎么写的呀兄弟二人哦四字头哎郭麒麟岳云鹏兄弟二人好哎能武能文还捧自个儿夸自个儿嗯买个汉堡这实事于谦独吞哎嗨、哎说我给吃了这写完俩孩子走了于、啊、老师又回来了我转圈了一看这墙上啊我那个诗怎么长了呀怎么叫长了呢于谦写的这四行在这儿啊四句诗
是俩孩子写着四个在这儿，他个矮吗？啊，嗯、上下一连、嗯、就跟一首诗是一样的了。那怎么念呢？于谦挺高兴，是德云社内大发身，嗯，兄弟二人，这倒还合理。对呀、啊，秦琼敬德、嗯、兄弟二人嘛，是是，身穿铠甲似龙鳞，嗯，能武能文。这更好了，一文一武嘛。对呀、啊，脑袋倒油水缸大，嗯，买个汉堡。哎，这嗨，就大脑袋买汉堡干嘛呀？就说这儿还一句呢，怎么念呢？一泡大粪十五斤，于、嗯、谦独吞。对，去。要说最厉害的就是他父亲啊，我爸爸。哎呀，嗯，八十年代的时候，他爸爸是第一波的个体户。就是下海经商，那会儿人都讲究有个铁饭碗啊。对呀，他爸爸下海经商，你瞧多大魄力，哪那么容易啊？是，家里的钱全花了。哎呦，后来借钱做生意，借呀，借钱还不上啊，没挣钱。哎呦，拆东墙补西墙，嚯，到后来，嗯，他父亲欠了一屁股债，多少钱呢？这还不上，怎么办？也很苦恼啊，实在不行啊，啊。就得把这一屁股卖了啊！欠债就得还钱去，卖屁股不管用，知道吗？那么大岁数瞎说。废话，欠一屁股债那是北京土话，嗯、你这不是得还钱去吗？不能这么说。他说是，啊，他说是去就卖卖点什么好还卖就有值什么呀？没不值钱，那不说呢？啊，卖就卖了还钱呗，是吧？啊，卖啊，哦，后来他想了，他实在不行啊，啊，他去卖身。啊，卖身啊，还不如卖屁股呢。好在那是局部的呀，那个就聊不到一块儿，你知道吗？废话，大老头卖身，不是你说的像话吗？不是，他到东北去卖身，是多冷啊那地方，卖人参，你说清楚了啊！你东北吉林出人参吗？你差一人字儿啊！哦，差一人字啊！啊，他爸爸是一个卖身的人，对，搁后头了这。搁哪儿？搁哪儿？搁前头。搁前面、啊。他爸爸这个人卖身，又过去了，过去等下趟。搁对地方卖人参，卖人参，卖人参，还是的吗？我跟他找不了这个鸡，知道吗？谁卖人参啊？这个人参呢，要是够六两一苗，嗯、就了不得了。是。要是七两就值了大钱了，宝贝了。好家伙，他爸卖的人参啊，都是五斤一个的。哎呀，好，水萝卜呀，这是，白的又脆又甜。哎，这好，象牙白的，做汤也好，炒菜都行，是吧？不是人参那个，反正是发了财了。哦，那当然，你想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家满屋的家用电器，啊，那时候就全了。正当中25英寸黑白大彩电，嘿，这是黑白的，这是彩色的，这个。别人看是彩色，你爸爸看是黑白的，怎么呢？他爸他父亲眼睛有问题，怎么？他爸爸是一个色狼啊，色狼，色盲，色盲，色盲、啊，色盲的狼、嗯。哎，好，还是狼。这边大电冰箱，多大呀、啊？三开门，有什么用呢？上边冷冻，当间冷藏，底下掏炉灰。哎，好，连火炉子都预备了，就这么有钱。嗯、哦，老头戴那金表，是大金表。嚯！25斤，一个表25斤，25斤，嚯！哎，谁要问个点儿，要了亲命了。怎么呢？大爷几点？晃半天才能晃起来，是吧？悠起来看。那是，那胳膊跟大力水手似的。好嘛，没吃菠菜这个。就是有钱。嗯。家里边雇的什么管家？哦。佣人。嚯。厨师。哎。丫鬟。全有。老头雇了4个丫鬟。这时候还那旧社会的时候有钱人家都用丫鬟，嗯，我现在有钱了，我得雇丫鬟，啊，雇了吗？4个丫鬟，哦，进门来先改名字，改什么名字？白菊花、粉菊花、红菊花、绿菊花，怎么那么些菊花啊？因为你父亲的名字叫于玉菊，多难说呀，这玩意儿，想我于玉，这跟练功似的，那是一不留神就说坏了啊！啊，喊自个儿名字喊10遍，嘴上能长茧子。好家伙，天天4个丫鬟伺候你父亲，这又还有什么可伺候？清晨起来服侍你爸爸啊！第一件工作干嘛？先把这白头发得摘一摘。这白头发还用摘呀？4个丫鬟站好了，4个角哦，白菊花、粉菊花、红菊花、绿菊花。嗯，当间是你爸爸，我爸爸坐菊花中间了。嗯。想我鱼鱼，行了，别倒腕了。来，开始，一根白头发都不要有。哦，都摘出来，怕老啊。哦，哎，丫鬟给摘啊。嗯，
有一根啊，掐住了，拔了啊，拔吧，预备啊，嘿，我这瞪着头发推脑袋呀，嗯、这是拔头发、哎，这是练铁砂掌呢，这四个丫鬟站四角一块来着呢，啊、嘿，嚯，嘿，哎呦，哎，哎呀，他爸爸跟当劲儿，我这我爸爸都散黄了，这嗯，摘完了照镜子一看。啊、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全是黑的了，就剩两根黑的。哎，这好，两根黑的，两根黑头发。哎，啊、来大中分，就别中分了。我爸爸改蛐蛐了，这两根头发还分中分，这不是蛐蛐？两根，嘿，这行了。照镜再看呢。啊，我要不要来偏分啊？偏分，哎哎、啊、哎，这嗨，就别扔了，这背头，叫谁看得见呢？要不然就来辫子，两根，两根还辫辫子，两根搓根绳子也行啊。哎呀，多费劲！算了，打开了吧，披、啊、头散发吧。哎呦，哎，弄完头发，弄完头发，嗯，喝奶。这这么大岁数喝奶？喝牛奶啊。哦。哎，得有人伺候着。喝牛奶还要人伺候着？好，有一回没看住，喝牛奶受伤了。喝牛奶能受什么伤？喝着半截啊。啊。牛坐下了啊、哦！趴牛肚子底下喝奶去，好家伙，这非给脑袋挤了不可，差点没折了，知道吗？那可不是吗？得有人伺候，没人伺候不行。啊、喝完奶回屋来、哦，吃早饭，这才开始早点。早晨起来第一顿饭要吃北京的名小吃卤煮，就卤煮小肠呗。哎，就是外地人很少吃，就是北京啊。对。猪的小肠切碎了，嗯，来点蒜啊，一煮、哦，弄一大碗，嗯，大他爸爸坐着，拿勺，嗯、我爸没这么大声，爱吃。到中午换菜系了，换什么菜系了呢？炖吊子，那不是换菜系了，那就是换大肠了，你知道吗？北京人卖猪肠子呀，啊，就这一挂猪肠子弄好了，拿铁钩子一勾。往这一挂，就吊着嘛，吊起来了。嗯，所以说管猪大肠叫吊子，就这么称呼。切碎了，嗯，来点蒜，嗯、一煮，哦，大碗。嚯、哦，他爸爸中午，这回是更爱吃了。嗯，到下午三点有一顿下午茶。下午茶吃什么？下午茶讲究了，哎，榴莲，吃榴莲。老头说，榴莲这东西啊，它吃凉的对胃不好。啊、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微波炉打榴莲，他们都说呀，微波炉打的那榴莲那是栗子味儿的。哦，打十分钟出来味儿了，就这屋里啊，啊，跟茅房一个味儿。那能是栗子味儿的吗？那爱吃这个啊，下午茶都是小吃。对呀，都是小吃。哦，来个来块红薯。哦，吃白薯，红薯也叫白薯，嗯，也叫地瓜，嗯，也叫山芋，是，吃这个也不烤，也不蒸，也不煮，那怎么吃啊？爆！什么叫爆啊？过去啊，家里有那个小孩还记着吃爆米花，记得吗？哎，拉着风箱、啊、那摇那个，那爆米花那炉子，哎，爆什么？你这棒子粒儿啊，啊，什么大米都有，是一踩。砰！对对，就奔出。我们小时候净吃那个，是，后来都没有了。嗯，他爸爸收藏了一个，哦，拿爆米花的炉子爆红薯，那可能是火候匀实，整个的红薯搁里边嗯，找一技师啊，还技师呢，跟那儿摇晃啊，嗯，四十分钟，嚯，老头问行了吗？嗯，可以了。哦，老头说：“我看看，来踩。”趴那儿看啊，撅那儿看着。嚯，老爷子踩了啊啊！我打里边腾、嗯、弄你爸爸这一身啊，哎呀啊，自个儿看怎么样啊啊，怎么样，行吧，什么怎么样，别别吃了、啊、这跟掉粪坑里有什么两样啊，这又好吃又好看还好玩、哎、没有这么玩的，一回头、啊、我那鸡蛋得了吗？什么下午茶净吃小吃了，这鸡蛋是爱吃那个有打南方东洋学回来的吃法。什么法？这东洋都知道，浙江哈啊，横店那儿，那叫东洋地区、哎、东洋哎、嗯、人那儿春夏的时候要吃一种小吃叫童子尿煮鸡蛋，
这玩意儿能吃吗？这个？哎，人家南方人吃这个啊，就是小孩啊，小童子 啊是三五岁，嗯，拿他那尿煮鸡蛋，哦，说吃那个鸡蛋一夏天不中暑，倒是有这讲究。哎，你爸爸把这个学回来了。要吃这个来吧，嗯，天天下午得来这童子尿煮鸡蛋，那就吃呗。家里也没有小孩，那怎么办呢？跟前也没有小孩，再往外找找。老头一想啊，嗯，嗨，嗯，谁原来不是小孩啊？那不像话。那个把那老哥们老朋友都叫来了。嚯，哎呀，有的拄着棍来的，哦，拄着拐来的，这孙子给搀来的，哦，轮椅来的，这都够岁数。担架弄来的 啊, 啊, 啊！你爸爸弄一大桶，啊，受累吧，啊，都给尿点吧，啊！哎，好嘛，存这一桶，啊，一个多月，那是啊，这里边好几个前列腺患者呢，啊！嚯，哦，尿满了不易啊！啊，尿一大桶，嗯，啊，先过滤，过滤干嘛？里边有半桶啊，结石。哎呵，太恶心了！拿剩下这个煮鸡蛋，每天下午老头必须得吃。哦，这是孝子，我给他弄，给他爸爸包吃。你瞧，啊，老头别我吃啊，啊，你也来一个吧。就别客气了，吃不了，对对，不消化，嗯，这样，嗯，我喝点汤。哎呀，哎呦喝，没听说，那不是就是喝尿呢吗？还不如吃鸡蛋呢。下午茶吃完了啊，赶等晚饭，嗯，他父亲要吃点清淡的了。什么清淡的呀？大肠刺身，生吃猪肠子，嘿，活猪现宰啊！哎，这儿掺出来，嗯，请老太爷，哎，四个丫鬟，白菊花、粉菊花、黑菊花、绿菊花，你爸爸打不出来，一捋着头发，就别捋头发了。这儿现杀的猪，哦，把猪肠掏出来，给你爸爸塞嘴里头，塞嘴里，老头叼住了，哦，全身的劲儿啊，啊，嚯，叼猪肠子往里嘬呀！那不是吃肠子呢，就是吃肠子里那点粪呢，知道吗？说这么肮脏的话，没有这么吃的呀，嘬得干干净净的啊！哎，肠子退回来，你爸爸吃的饱饱的，嗯，那是吃的饱饱，还省消化了呢。嗯，脏不脏？不是，可不是吗？吃的是肠子吗？这个打这儿到睡觉前，嗯，粮食、蔬菜、肉类就全不吃了啊，就空肚子了。睡觉前吃点补品，补品是红糖腌的人参。呵，这可是好东西，得够一斤往上的人参呢。哦，拿红糖把它腌透了。是，每天睡觉前，嗯，吃两根儿。哦，吉林野山参一天两根儿。列位啊，人参睡觉前两根儿。是，人呐，嗯，大象也受不了啊，多新鲜呢，没有这么吃的呀。吃的他爸爸眼珠子都红的。嚯，逮谁问谁。嗯，唐僧到哪儿了？哎，好嘛。要吃人了！好家伙，五六天不上厕所呀！哦，走街上看见我了，嗯，吓一跳。大爷您怎么了？嗯，我五六天没上厕所了，嗯，可难受了。是不是我吃那红糖人参吃少了呀？还少呢！大爷您不能再吃，再吃出事儿了。对，别吃人参了啊！那怎么着？我给您偏方。哦，您试试香蕉。哦，海南香蕉又大又粗又甜。嗯。那个管用。对，两天后看见了，大爷人参不吃了，换了香蕉效果如何？嗯，香蕉也不管用啊。怎么还不管用？别人这个一吃就管用啊。嗯，啊，怎么吃啊？多新鲜呀，你以为呢？哎嚯，没有。我一想啊，啊，我应该给他换甘蔗就对了啊。哎，好，上药店买俩巴豆，这是泻药。大爷吃这个，嗯，啊，强效的，嗯，吃完就管用。好，真听话，俩巴豆，嗯，睡觉前吃的。好，这些日子睡眠不好，嗯，又吃了两个安眠药。嗯嗯，这有一块吃的吗？这个这安眠药啊，啊，进口的，强效，哦，吃了就睡，啊，嗯，最少睡12个小时，睡一对头。那巴豆，嗯。五分钟起作用。哎，正在睡眠中间。哎，12小时之后，你爸爸一睁眼，嗯，嚯，哎呀，太恶心！谁偷我红薯了？哎，别提这个，一车红薯也弄不出这个啊啊！老头可爱啊，
这是可爱吗？作息时间也特别的准确。哦，规律。哎，就是想我得好好的活着、哦、前半生太不容易了。哦，后半生得好好的活着啊，不能有白头发，不能有皱纹。皱纹都不能有？那当然。那岁数大了怎么办？他爸爸50岁那年就做过拉皮儿。哦，就整容了。拉皮儿都知道，这来一刀、啊、往上蹬，嗯，蹬上去这皮就紧了。对，50岁。嗯，他爸爸一照镜子哈，啊，呀，嗯，我爸爸东方不败呀，是怎么着？怎么着还改的兰花指了？这个照镜子啊，怎么有皱纹呢？原来没有啊！哎，喝行了。着急，他妈在旁边看人乐。他说：“好家伙，老两口子长反了，这是。”嗯，爸爸着急，哎呀，有皱纹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打听吧。哦，说国外有这技术，哦、拉皮儿。对，买张机票，嗯，奔泰国。是，说这个泰国大夫狠，你知道吗？切得干净。我什么切得干净？泰国跟这两码事不一样吗？韩国呀，改签奔韩国。对呀、啊，到韩国找大夫，思密达受累吧。哦，给我蹬蹬吧。是。哎，再走你。哎，我那么蹬，蹬上去，回来特别开心。是吗？照镜子，嗯，真好。嗯，一皱纹都没有。嘿，好，连嗓子都蹬上去了。嗯，到60岁啊，这脸上皱纹又多了，又10年了。买机票。奔泰国？怎么又奔泰国呀、啊？熟了吗这道啊？回去改签韩国。哎，哎，非绕这么一圈不可。思密达，受累吧、啊。嗯，哎，走好，就带带带着、嗯，回来照镜子、嗯，真好。哎呵，特别平整。哎，这嗨，一皱纹都没有。平不平的你？到70岁啊，他爸爸这脸，哎呀，好家伙，改沙皮狗了！您这一比，没有这么厉害。哦、买机票奔韩国、啊，这就对了。改签泰国、嗯，哎，这好，不去那儿不冤的慌。又签回来啊，思密达，你受累使点劲儿吧。哎，老韩国人也狠了，还敢走鬼？哎，得使劲。好家伙，狠狠的，你瞪这个啊！好家伙，哎呀，回来照镜子，高兴。平整极了，那就好。就是两边太阳穴这儿啊，一边有一个肉疙瘩。这肉疙瘩是怎么回事？蹬的劲儿太大啊，把胸口的皮蹬上去了。对，这没听说过，胡说八道。我头上有犄角，犄角。行了行了行了，我是一条小青龙。呀，行，老有歌配的，不像话。就说这个意思啊。我觉得他的人生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哎，这倒是。人这一辈子开心最重要。哦，因为活100岁的也没有几个。是，都是这几十年。高兴比什么都强，快乐。他爸爸做到这一点了，是吧？哎，脸上，嗯，平整，嗯、头发黑的，哎，嗯、穿的也讲究，穿什么？吃喝穿戴没有不讲究，每天午睡之后、啊，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去遛弯，哦，还出去遛弯去，得让人看这老爷子多精神哦，头上戴海龙的帽子。海龙现在都没有了哈啊！俄罗斯那边深海有一种生物叫海龙哦，海龙帽子1950年北京大石栏儿，有一商店门口摆这么一个，在当年合人民币50来万，嚯、哦！50几年啊，那个东西了得，买四合院得买一片，嗯、啊，就这一个帽子，海龙的，哎呦，哎，他爸戴这个胡素的大衣，胡素，什么叫胡素啊？啊。狐狸脖子底下那块皮叫狐素，最柔软的，最软和，嗯，那是最暖和，因为狐狸睡觉的时候它弯起来睡、嗯、这嘴顶在这儿、哦、这块皮子最好，是就这件大衣，嗯，全是狐素的，你算算得多少钱，得多少狐狸，就是嗯，脚底下嗯，鸡皮的皮鞋，这我又没听说过了，哎，鸡皮怎么做皮鞋，没有穿鸡皮的啊，哟、哎、你爸爸哭了啊，哎爸姐，我没听说过，岁数太小了，这嗯，说的这他认为说的对，他给人吓的啊啊啊，嗯，来一会儿给弄个红薯吃吧，嗯、哎哎、这准是刚才拔白头发拔哭了，小孩刚睡醒，这是别搅和他，你看就这么好观众睡觉，嗯，我们这几个击鼓传花的，有5个月吗？这个没多大，1岁啊，1岁啊、哦，1岁啊，行，这是准备再要一个呀？哎嗨，你管，我也是管得太宽点了。
你看说半截他们搅和忘了吧？啊，咱们从说啊啊，这个拿他于谦的爸爸来，从哪儿说呀？咋从头说呀？说你爸爸有钱吗？啊，海龙帽子啊，胡素的大衣，对，听最后那个鸡皮的皮鞋，对，就这听着新鲜，鸡皮的皮鞋怎么做？走道利索。那是哎，出门就上树，知道吗？哎，好嘛，往后刨还利索呢。就这么有钱啊！哎，穿好了，戴好了，哦，往外一走，没有人不看呐。那是，好家伙，海龙的帽子，嗯，啊，胡素的大衣都认识，鸡皮的皮鞋。哎，对，这是笑话呢。这老头真行啊！嗯，你六月三伏他这么穿啊？六月三伏啊，夏天这么穿，夏天就这么穿，显着我有钱啊！哎，这是下午得。两点来钟，嗯，太阳最足的时候，穿这身。我爸爸是冰棍那个道理。哎，这遛弯去，嗯，连遛弯带上厕所，怎么还带上厕所？家里这么有钱，家里没厕所？家里有一个厕所，啊，厕所改了，改了，拔毛厅了，弄这个那屋。哎，对，哈，那叫拔毛厅啊，那屋原来是厕所，哦，就为了拔这个，把厕所改了，哦，改拔毛厅了，老头得自个儿上厕所。离着他们家最近的厕所42公里，那么远啊！哎，老头自己走着去，还溜达着。打架出来走到那儿，连遛弯带上厕所，来得及吗？穿着纸尿裤呢，那还上什么厕所呀？那哎，一丝不挂，穿一纸尿裤，外边来这胡素大衣，哎，这穷疯了，这里边空心的啊！老头出来，哎，没人知道里边穿纸尿裤啊？那是谁掀开看？但是我知道。哦，哎，因为他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不动了，嗯，不动了，这是。你瞧，这泡尿还挺长，嗯，得半天啊，得老半天，嗯，到最后，嗯，哎，这尿完了，好家伙，42公里呢，哎，这哎，跟街坊打招呼，老王，哎，好，哎，我出去逛街，哎呦。都起了哈，啊，是啊，行啊，都停。这尿来的也太快了吧！哎呀，这泡倒没攒多长时间。哎，街舞老大爷就是你爸爸，哦，老跟跳街舞似的。哎，对，哎，老定格，没人知道，没事，就我知道。哦，有时候打那儿过，我一看你爸爸跟那正站着。哦，我得过去等着去。是啊，你别说话呀。啊，等着呀，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省了你爸爸尴尬呀。啊，我这看着。哎，3分钟5分钟的啊！啊，哦，嚯，那么长！那老头前列腺有问题啊！哦，这半天这才，哎，一回头，德刚，哎，大，啊，刚才没敢打扰您啊！来，您干嘛去？啊，撒尿去！哦，撒尿去！嗯，这刚才道上尿几回了？嗨，啊，这玩意儿还论几回，尿着玩的就是啊！哎，没听说过，陪着吧，大爷，来扶您一块儿去。嗯，我跟他爸爸就如同亲爷俩是一样的，关系好啊。大爷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嗯，又吃那个红糖人参了吗？哦，嘿，那小子开玩笑啊！是，我跟你说啊，红糖人参吃多了之后啊，实在，哎，又来了，尿频呢，这还，哎，吃多上火，行了，这得多怎么回去？吃多上火啊！哎，跟着走，嗯，别看老头岁数大了啊，眼神好，眼神往前一走。哦，也不知谁家遛狗没有公德心，怎么了？这小狗跟街上弄了一滩狗屎，啊，拉了啊！我这狗屎比狗都大呀，这个呀拉骚！哎嚯，没有那么大。我这说话呢，我没注意。嗯，刚一抬腿，他爸爸别动，怎么了？吓我一跳啊！啊，怎么了，大爷？我告诉，嗨。这是关键时刻，又尿又来了吗？我哎，家伙，你在摔屎上，往后站。啊，我往后站。啊，他爸爸过去了。这个，哎，这怎么回？哎嚯，屎啊！对，废话。得亏尝尝，要不踩上了呀。去。